结果发现2020年9月4号下午，新换的毛巾啊还没有旧的干净。这两块新换的，看在右边，那这个颜色，看在这上面，这怎么弄的？这是两块旧的，早知道那有一块我弄不切清楚哪一块用过，该换哪一块不该换，还可以不换，我不应该都换了，现在毛巾都换了。